运镜啊，第十四下左等的第一阶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看，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，好，现在我来讲今天第二节，叫日月生辉呀。日月生辉的动作呢，它就是一个手，这种手掌，这个是拳头，手掌与拳头，它进行摩擦，这个拳头像太阳，它就不动的，老是停在这个原地方。这个手变手掌，它就变成慢慢的扁断，随着身子扁断啊。大家来看一下啊，注意啊，你看，把这个手伸直，这个连着向下啊，仰卧向向外，然后把后面这个手掌往旁边、往前面变成了这个手掌自己变成走方了，然后一个正面人不一断，慢慢的向推。就像左手的拳头上，而这个人头要停在这了，这个手掌它就跟着这个身子走动，下面这个脚，这个右脚它慢慢的伸直，左的这个脚就不动，它就自己变成了一个那个一个斜的姿势，然后慢慢的展示了这个人头一直都停在这了，啊，然后这边转，这个手指它停在这个人头的这个人身对了，然后。这个右手的手掌，它就透过了这个，这个手臂之外，然后把这个手掌又第三步又翻点，平行四脚，把这个推到外面去，把外面的这个四啊收回了，收到里头，平行四脚。然后四好以后，高中拳头，然后这两个手拉，拼命的拉，往外面两边，这个身子不要乱动，这个手呢。这样子放在这个身体的正中间，然后把这个右脚弯曲过来，时间使得身子慢慢的修正了，等再给它正腰，想着把全身经络静下啊，这个是这个肾，它是为人的心灵之本，把这个肾经脉正下，正到这个骨骼内，把它骨骼内上，把这个肾气使人身体越来越兴旺。啊，然后手正了，手脚，啊，然后向另外一边右面，这样刚才是向反的身子，向右边慢慢的推，这里它是骨折器，啊，然后再向啊左面，再支出去，然后翻点，使劲，这命令拉，这里又是骨折。光说我这个人骨质这个比较多骨质啊，是那个止血才能到某一个部位，在中药。好，你要说呢，喉咙，啊，它这个是第二节的基本功能，啊，第二个做法，我们现在来念，重复九遍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。哦，三、四、
四。五。六。七。八。九。哦。哦。三。四。五。六。七。八。八成一啊，九又回来。三，第三遍。哦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四，哦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五，哦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对面打四遍，速度打快一点，一般眼睛这样，身体正常的人喜欢右，好的，你快打一点，开始随手练一点，嗯，右，哦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七，哦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八，哦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九，哦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收工。
好了，今天第一节也讲完。嗯，谢谢。